大王，我老林，我是哥，你给咱们做个霸王蟹夹。吃什么？嗯，都得上霸王蟹夹的。是不是吃大片的？你都可以吗，霸王？稍微再重一点点。洗干净了肘子，改个刀，方便入味儿。老林，到底什么是霸王蟹夹呢？ 咱们开始腌制一下，来点葱姜，来点飞哥的飞天，来点红烧酱油，生抽一丁油咸盐，不要钱的蚝油，味精，鸡粉，最后再来点被炸大豆油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咱们放冷藏，要腌2个小时。来，用保鲜膜包住，上笼。<笑> 这这这这个半小时，彼得，咦，这是不是正好看？新卖店，你给我整一整呀，这个才得万张卖的，金刚表，龙爪标牌，酷不酷？没卖的，发财了吧你？这是不是现实活动？到时候才一百多，品牌芝麻，正品面包装，还用不着迪士尼来压人气，搞颜值好看吧？我正好缺爷，过年和得物无非是谁情的专属布料活动，而且前一天无数名只要29元超值，还能抢一千元无门槛优惠券呢。活动入口就点我，评论区置顶，打开得物就能参与了，都是品牌芝麻，正品面包装，我把赶紧抢下去，快10元好了，好嘞。 哟，啊！哟，香迷糊喽！咱们用毛巾把肘子表面的水分吸干，最后再刷一层白醋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OK， 开始进烤箱。兄弟们，烤箱上下200度，烤1个小时。哎呦，小米。 俩啊，好嘞，慢慢吃。现在你看啊，像这种，啪嚓，这就是霸王蟹夹。棒，我就是。这嘴能吃啥呀？怎么样？嗯。这皮真脆啊，各种方面。哇，真脆。 嗯，好，这玩意儿分儿不腻，还是老皮脆的。为什么叫脆皮肘子呢？来，哥，别整这家伙了。没有你啥，没事。我的好吃啊，这是最肉嫩。他噎着脸，你不要脸呀。嗯，还有什么肘子这种的？嗯嗯，好吃。 从这出去，一口皮一口肉，哎呀，得吃个葱头，没人卖。嘎成哥，向你打坏的吗？来吧，好呀，来吧，老头，说什么话呢？来来来，我有好吗？咦，我，你不能咬手机，那就是转腰的。 你放手，我用它给你做点美食呗。试一试呢？来，这家肉真是没人愿，没得美。是。兄弟们，知道这是啥吗？先点好菜，一会儿老李伺候着吃。这个药草就不去了。这是什么菜？哟，我怎么不想好名？兄弟们，评论区里给他签好名吧。这味儿真叫个大，放点盐，放点醋，你清洗一下上面的粘液，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要不然味儿太浓，直接拿料就能洗。腌制一下，来一滴这个咸盐。 这个叫做辣鲜露鸡汁蚝油味极鲜胡椒粉白糖辣椒粉，用我的左手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不用右手咬着，关你屁事啊！哎呀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就能直接装了。这这这这，你要这啥吗？这羊带，你要这啥吗？这猪脚，<笑>你知道这啥吗？这羊仔，<笑>你要这啥吗？这牛脖，<笑>还有点像脐带啊。<笑> 飞哥的飞天，来一斤的咸盐。哥哥，我来了，都拿好吃的呢。先卖个乖子，一会儿让你吃个好东西。放这儿。
说四十分钟，时间到，开干。嘿，也来一点，这像啥呢？这再来一个，哇哇哇哇，我操，飞哥在练呢，来，先大两个的自豪吃点，老北肺滋肾，鸡巴子自知如注，猪肺猪肠猪肚猪肝猪心猪棒骨五花肉清洗一下，猪肠猪肚用面粉咱们山西的老陈醋洗一下，慢慢笑话慢慢喘，虽然也是吃这个味儿的，但是也不能太重了，葱姜，飞哥的飞天，这个要多搞一点。碗凉，好嘞好嘞。起锅烧油，放上大葱、姜片、大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香茴香、调味粉、海鲜酱、猪头酱、排骨酱、黄豆尖、黄豆条、奶乳汁、豆腐乳、干豆豉，加脱水。咸盐味精、鸡尾、胡椒粉、白糖、干辣椒、十三香，多来点。最后，飞哥的飞天，多少就好了呢？再煮俩小时就好了。来，大，你来吧。妈操！不是跟你打劲儿吗？啊！时间到，开干！好嘞，大磊，真美，香香的。那我们就带过去。太美了，我的最爱。嗯，绝了！干杯！来个猪肚儿，哇，好看！来个肺头，哇哇哇！来个肥肠，这肠子真美啊！你看，再来一块血。再来点五花肉，最后来点肝，把灵魂躺着一搅，绝了！来，飞哥，你火烧嘞？还需要火烧吗？那样真没有嘞，我给你份，太好吃了，控制不住。吃点过，来，吃点好，更美。这味道哪里都是死的，哇！迫不及待了，太香了。老李，来正点，不是更美啊？就，搞点老陈醋。我操！哎，又没了，真香！看一下，在哪呢？副片也请。来，要吃麻辣香味的。麻辣香味，哎呀，我不能说啊。兄弟们看，香味大不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两箱虾尾，孩子们想吃，做好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。先解冻，尝一下。哎，大夫，等我吃完麻辣虾尾再给我炸。放入葱姜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魔鬼椒、香茴香、麻椒、放盐，放入九味道麻辣三件套、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、辣味，放入虾尾。虾尾炒香之后，咱们来一罐啤酒，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、生抽。兄弟们，煮上五分钟，再过上十分钟，就完全 OK。又是这个熟悉的味道，走，出发。加入麻油，嘿。飞哥开饭。这给娃子的，飞哥不是看呀？老白自己的。哎呀，我吃了再不联系。我这给娃买的。你飞呢？你哪牌子的？真香啊！来，飞哥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麻辣鲜香。嗯，再加个火。上头，上头。哇，太幸福了！来呀，今晚真的很爱吃，加合适。
老李不行了，让我远点走。我非得不让你吃辣，你可要吃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再也不吃辣卷了。太脏了！哎呀，这牛肉可好了！哎，你这妈是酱焖牛肉吧？我没提。啊。 油肉馅的，可以，来几分，多两碗，还有，饺子自己吃，这黑油把馅放在锅里。行吧，嗯，来萝卜，哎呀，40分钟，老张，不用你，快点快点，我这不行，我包死。 快点给我吃了，筷子，把我刺激的，哎呦，来飞哥，啊，把人饿死了，对对，哎呦，我的妈，包子，哎呦，来飞哥，你就是馅的大包子，全是肉，嗯，一会儿吃两个。 太香了，真的。吃肉不喝酒，干杯！没有味道够。你这想吃个鸭吗？嗯，绝了。哪能不是肥胖呢？